小宝，妈妈来了。小宝，爸爸来了。小宝，姐姐来了。爸爸妈妈，姐姐，你们怎么会变成毛毛虫啊？好可怕呀。小宝，我们是被巫婆变成这样子的，赶快去找奥特曼叔叔救我们。别急小宝，看我把他们变回来。佩奇，你怎么被蜘蛛网缠住了？我帮你解。熊二，你怎么也被蜘蛛网缠住了？我给你解开。葫芦娃，快救救我！我被蜘蛛网缠住了。好的，我立刻给你解开。小灰灰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消防员叔叔，我被蜘蛛网缠住了。好了，快点回家吧。小羊苏西还叫我出去骑单车呢。哎呀，妈妈给我整了这么多水果让我骑，我啥时候能出去玩啊？真是的，这刀还不是很快，那我怎么骑？姐姐，要出去玩了，走啊！玩玩玩，没看我这么多的东西要切呀？哎呦，你别愁，让我来帮助你。哼，说的轻松，你帮我切，来来来，拿刀帮我切吧。这什么呀？看我的，奥特曼宝剑，切得非常快，不要眨眼睛哦！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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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，切完了。我的天啊，乔治啊！你的奥特曼宝剑这么厉害，没到一秒钟全切完了。那当然，走吧，这回你感谢我，你能出去玩。太好了，可以和小羊苏西骑单车。慢慢慢长耶，爷爷爷慢长。拿一个，哎，拿两个呀，给姐姐一个。这样才对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哎呀，真棒，这给你。九妈，这块也着火了，马上到。请问哪里着火了？这里没有着火，我们是打着环的。小朋友不能开这种玩笑，119是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这是什么？秋秋糖。秋秋糖？你说 QQ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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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QQ？ QQ？ 你说秋秋？秋秋？ QQ？ QQ？ QQ？宝宝，宝宝，妈妈，妈妈，爸爸，爸爸，姐姐，姐姐，奶奶，奶奶，爷爷，爷爷，哥哥，哥哥，吃饭，爸爸，吃个棒棒糖。我也想要。不给你。啊！你怎么把我的棒棒糖给扎烂了？爸爸的面具，妈妈的面具，哥哥的面具。姐姐的面具，哇塞！妈妈快来看啊，这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孙悟空。小赛，你猜哪个是真的呢？不好，他俩打起来了，妈妈快跑吧！哎呦我的妈！妈妈你看，他俩不是在打架吗？怎么跑这啃竹子来了？应该是打架打饿了吧。警察叔叔抓小偷辛苦了，给警察叔叔一个冰淇淋。医生阿姨治病辛苦了，给医生阿姨一块蛋糕。消防员叔叔救火辛苦了，给消防员叔叔一瓶饮料。谢谢小朋友们。哦，前面着火了，我要赶紧开着我的消防车去救火。嗯啊嗯啊嗯啊，光头强的老婆要生了，我得赶紧去他家把他的老婆送到医院里去。今天我第一天上班，我可不能迟到呀，迟到的话老板会扣我工资的。刚才乔治说佩奇被僵尸抓走了，我得赶紧开着我的警车去抓僵尸。哎，我的车呢？我的警车呢？没有警车，我怎么抓僵尸呀？小朋友们，能不能送我一辆交通工具？我要赶快。妈妈，妈妈，我来啦！妈妈，妈妈，我也来啦！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妈妈，妈妈，我也来啦！还有我，还有我！妈妈，妈妈，我也来啦！哎呀，错了，错了！我呀，不是你的妈妈，我呀是小羊的妈妈，这才是我的宝宝，羊宝宝。错了，错了，我也不是你的妈妈，这个才是我的妈妈，大象宝宝。哎，我的宝宝在哪里？在这儿呢，小鱼宝宝。哎，你是我的宝宝，蝌蚪宝宝。哎，你不是我的妈妈，别的妈妈和宝宝都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是你和我长得不像啊。我有圆圆的脑袋，长长的尾巴，你呢？你居然有手，你和我长得一点都不像，你不是我的妈妈。小蝌蚪，小蝌蚪，我真的是你的妈妈，你长大之后也会变成我这个样子的。真的吗？我不信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他是不是我的妈妈呀？是我的宝宝跟我走，不是我的宝宝喂大狼狗。
嗯，我可不要喂大狼狗。妈妈，我来了。哎，小羊，这不是你的妈妈，这是我小象的妈妈，赶快下来。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是我的宝宝跟我走，不是我的宝宝喂大狼狗。哼，我最害怕大狼狗了。妈妈，我来了。哼，小羊，你又认错妈妈了，这是我小熊的妈妈。妈妈，我们赶快回家吧。是我的宝宝跟我走，不是我的宝宝喂大狼狗。哼，我小羊真的是太害怕了。妈妈，我来了。哎，小羊，你快下来，你别抢我的妈妈呀，这是我的小鱼的妈妈。妈妈，赶快回家。是我的宝宝跟我走，不是我的宝宝喂大狼狗。就剩这一个了，肯定是我的妈妈。妈妈，我来了。嗯，我小猪更害怕大狼狗呀，你个小羊赶快下来，这是我小猪的妈妈。妈妈，赶快走吧。嗯，大狼狗马上来了，我好害怕呀，我的妈妈去哪里了呀？孩子，妈妈来了，你不是想吃水果吗？妈妈就给你摘水果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我的妈妈终于来了，我不要喂大狼狗。